概是几时几分。我们先来想一想，看这里有三个钟面，观察下面这些钟面，你发现了些什么呢？我们来学一学。先看第一个钟面，第一个钟面时针和分针都指向刻度12，所以它表示的是12点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钟面，第二个钟面分针转到30分，它转了半个大格，是半小时，表示12点半。它转到了6。我们再看第三个钟面，分针从12又转了一周，转回了12。时针从刻度12指向了刻度1，也就是时针转了一大格，是一小时，表示1点。好，我们来找一找规律。时针的位置随分针的位置变化而变化。我们看分针转到30分的时候，时针也转了半个大格。分针从12走到6，表示的是30分。时针转了半个大格，表示的就是半个小时。三，分针转一周，共转了60个小格。分针转一周，共转了60个小格，表示60分。此时时针转了一大格，表示1小时。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30分也可以说成半小时。还有呢？还有60分等于1小时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这几个钟表，我们从70开始数，时针走过了7，所以此时候就是70几。分针从12起走了多少个小格，就是70多少分。我们看第一个钟，时针走过了7，所以它就是70几分。那是几分呢？我们数分针一共走了1、2、3、4、5，一共走了15个小格，所以它就是70、15分，就是7点15。第二个，还是时针过了7，它就是70几分。分针走了30个小格，所以它就是70、30分，也叫7点半。看第三个，同样是走过了7，所以是70几分。分针走到了8，所以一共走了8个大格，每个大格是5分，走了40分，所以是70、40分。同学们，你们懂了吗？好，下面让我们来练一练，写出下面的时间并读出来。我们来看第一个，第一个观察时针走过了1，所以是1时多少分。再看分针，分针走了20个小格，走到了4，所以它就是1时20分，是1点20。看第二个钟，时针走过了10，所以它就是10时几分。看分针走到了9，证明它走了45个小格，所以就是10时45分，是10点45。下面一个，这个表的时针走过了9，分针走了55个小格，所以它就是9点55，90、55分。看这个表，它的时针走过了6一点点，分针
走到了一，走了五个小格，所以它是65分，6.05。好，同学们，你们读对了吗？下面我们来回忆一下本节课的内容。一，一时等于60分。二，时针走过数字几，分针从12起走了多少小格，就是几时多几分。好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，再见。